多人认为说我宁为鸡首啊，不为牛后。如果今天开了一个体冠啊出去了，在所有体冠人的车子面前，我就是首。案件啊，主民的回馈感，它是断断分明。我想冠一次车也很经验很多，应该碰到有些部分是它转起来就是比较松散。哪一台车？你说出来。